我和我的冤种兄弟。嗯，懂啊，下面的快好了啊，下面的。呀啊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哎，我啥？你这么不注意呢你？啥？捂着！啥？豁了，那么大一口子！啥？哎呀！别杀！捂住，别动，快点！捂好了，纸呢？先捂住，对对，就是这儿，疼，真疼啊！疼，这么疼吗？疼啊！疼，先出来歇会儿来，快出来歇会儿来！疼！我不动你！疼！怎么了？快！你看我抓了啥？抓啥？你把他摁住，我回去拿箱子，快点！我去拿不行？快点，快点！3、2、1，干！哎呦，我去拿。啊！都别我，别拦着我！大姐，拦走你又靠墙上。眼神呀，哥，真正的朋友实在太好了。看，这就是以前拍《上海滩》和《情深深雨蒙蒙》的地方。哇哦，这也太帅了吧！这个窗户可以打开啊。这个，我看看，也恐怖哎。啊、这玩意儿也不封存呐，你别摘下来呀，时间长点啊。管用吗？管用，戴好了。没事，再坐一会儿，特别好，老性感了，就时间有点短，再坐一会儿就好了。Later。嗯啊，行，差不多了，能摘了。哎呀，疼，怎么感觉有点肿啊？挺好看的。好看好看，效果咋样？老性感了。这啥？这啥？这搞成这啥呀？这是你给我整的？这是你自己弄的，不关我事啊？你没告诉我多长时间呀？你啊，我多半个小时。我欧美范儿就喜欢这样，特别好。都把衣服脱了，这多舒服啊。你好，我们这边不能休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边是展厅。怎么了？那走呗。哎，你要那个浴袍也是我们的啊。不好意思，赶紧脱了。走了还躺着呢，起来。这个呀，就是铜制的啤酒瓶子，等一下你就装作自己喝多了，将你出来你就啪砸自己头上，他一害怕你这地位嗷一下不就上去了。我吓死他。对喽，给我给小白准备了几个道具瓶子，他可能会砸在自己头上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雪包，等一下咱俩一起见机行事，讹他一笔，怎么样？啥？啊！我给小白准备了几个道具瓶子。这个点你喝什么酒啊？大家都是兄弟，有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呀。我跟你说啊，姜老师，我越看你我才越不顺眼呢。别动手。别说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姜老师，以后这个家姓白的说了算。这是假的，傻了吧？吓傻了吧？吓傻了吧？吓傻了？傻了？你看，吓傻了吧？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不信。这样，你拿这个再砸他一下，他就信了。啊，砸他！不用问他，直接砸，砸他，使劲！啊！你看，你怎么下死手啊？都流血了，是不是用的真瓶子？小江，哎呀！不是，这你给我的瓶子，不是你太省事了。打幺零，听我说，这样，你把钱都转给我，我带江青玉，你就不用去了。快点拿手机，人命关天，快点。知道了，转钱。OK， 收到了。江，快起来了，一会儿饭店关门了，快走。没事，不用送门啊。听到的光。一只老鼠，好大一只啊！这家能有老鼠？真的，赶紧把它弄出去，立刻拿下！我们谁也不敢动，看你的了。老鼠什么可怕的？炸！炸！